对于圣经无误的第七个反对的观点是，圣经无误这个术语是无法被定义的，所以我们需要抛弃使用这个术语以及无误这个观念。让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反驳的观点具体在讲一些什么。很多人告诉我们，如前面提到过的伯克利·米克尔森这样说，无法清楚地定义无误，以至于这个观念可以被使用的原因是，一部分是因为真理和错误的标准、准确和不准确的标准，在一个文化和另一个文化之间是不同的。在历史的一个时间和另一个时间也是不同的。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应该抛弃使用这个术语，并意识到使用这个词是不准确、不清楚的。那我们应该使用什么呢？米克尔森说，我们应该专注在圣经清楚教导的内容上，以及你可以定义的事物上。比如，对于信心和实践来说，圣经的权威和圣经的无谬，你可以看出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在重新提出第二个反驳的观点，就是区分圣经的宣称是教义性、实践性的，还是圣经的宣称是事实性的。那这个反驳的观点，我们要如何的回应呢？是否不可能去准确的定义圣经无误呢？你们知道答案是不，事实上它是可以被定义的，并且我们确实也做到了，并且我们是以一种对于无误论支持或者反对双方都没有偏见的方式来定义的。事实上，不管你谈论的这个时代写成的书，还是几百年前写的书，不管是什么，都可以使用这个定义。对于准确和不准确的标准，会在每个时代都是会有不同的，对此我不会否认。我不会否认在这些标准上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有问题的是，那些提出这个反驳观点的人从来没有过来告诉我们，在不同的时代，那些不同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的意思是，如果不同的标准在不同的时代被使用，那么就告诉我们这些标准究竟是哪一些。我们会把这些标准应用在所写的内容上面，再来看是否能够达到这些标准。从原则上来说，我认为米克尔森和其他人所说的是我们应该认真面对的。但出问题的是，当他们告诉我们有不同的标准时，却从来没有说明这些不同的标准具体是什么。所以如果你不能告诉我们这些不同的标准是什么，你又怎么知道他们是不同的呢？这个反对的意见如何成为我们可以使用的内容呢？我的意思是，要么告诉我们不同的标准是什么，我们会使用这些标准来检验文本，看看是否符合这些标准，或者你不能告诉我们不同的标准是什么，那就放弃这个反对的意见吧。如果你不能告诉我们标准是什么，那这个反对的意见就是荒谬的。我们知道现代使用引号的惯例，我们会在所写的内容上标出引号。这个符号表明我们要着字的引用某个人所说的话，最好不要在其中包含转述。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明白在古代圣经书写的时候，对于引号和他们所说的内容，他们要表明的意思是没有这些惯例的。比如说，两卷书
都在记录着耶稣他所说的话，所记载的话并不完全的相同。我们意识到他们没有使用引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并不担心他们得到的是准确的话与否，他们关注的是得到准确的教导。当你去看不同的经文，你会发现没有矛盾之处，他们使用的词可能不是完全一样，但是他们所谈论的是同一件事，或者他们谈论的是同一件事的不同的方面，但是那个时代的惯例跟今天是不一样的。今天你可以使用引号，把耶稣所说的具体的话放在里边，但这并不是那个时代的标准。我们知道这些，但是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指的并不是这类的事情。他们所指的是，你对于植物学以及其他所有其他的事情是否都是准确的，例如公鸡到底叫了几次这样的事情等等。还有什么反对的意见呢？这里还有第八个对圣经无误反对的观点。在这里我们的朋友哈伯德他这样宣称，无误论的现代的支持者们的问题是他们对于宗教改革问题的关注不够。我们作为新教传统之内的人，我们应该回到那些在改教者思想中处于中心的那些问题。那他们强调的是什么呢？他们强调的是圣灵从内部见证了圣经的权威性。因此在教会的传统之外，圣经自己就已经是充足的证据了。他们的重点是人们必须用圣经自己的语言和处境来解释圣经，特别是圣经，而不是教皇、祭司才是信心和实践无谬的准则。哈伯德引用了很多历史中某个时间点或者是其他时间点的教义性的陈述。他说他提到这些事情应该是我们强调的中心点，而不是圣经无误的问题。那么作为对于他的回应，有几件事是我们需要强调的。首先最重要的，我们应该不会感到惊讶。宗教改革者强调了他们所看到的重点，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去看他们在那个时代所进行的征战的时候，当你的对手是罗马天主教会的时候，他们会说你必须把至高权威的圣经和传统以及教皇所说的话都放在一起。那你预期像路德、加尔文、诺克斯、茨运里这些人会强调一些什么呢？他们会强调圣经的无误性吗？不会的。你会期待他们专注在圣经上，唯独圣经本身才是至高的权威，而他们也是这样做的。这就意味着他们没有持守圣经的无误吗？圣经的无误在罗马天主教内部也并不是问题。说我们应该专注在他们所专注的事情上面，他们没有强调圣经的无误论，这就是说要忽视时代的不同，
在征战中不同方面的权重。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十九世纪晚期以及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对于圣经的真理性产生了疑问，不只是因为高级文本批判研究所带来的结果，总体上更多是因为不可知论和无神论所带来的挑战。在面对这样的攻击的时候，你期待信徒们会强调什么呢？他们要继续强调圣经本身就是权威的，而不是教皇和教会传统吗？不，你会期待的回应是，圣经完全是真实的，完全是从神而来的。你也希望他们能够做出这样的宣称，并且为此来辩护，因为我们知道那些非信徒不可能因为我们这样说，他们就会接受这一点。那对于这个问题，圣经完全是漠视的，是无误的这个问题，这些证明了什么呢？它只是向我们表明了改教家所生活的时代与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之间的差异。 TV Seminary 是一个参与神国度的好方式，请考虑现在就用奉献来支持这个卓有成效的教育与外展事工。您慷慨的奉献意味着这项事工可以继续，请您奉献支持 TVS 项目的继续与成长。获取更多信息请访问 tvseminary.com。